是 Verin。Hello， 大家好，我是 Patrick。然后我们在里面是演一对比较疯狂一点的情侣，然后他是我的 couple。对，是非常非常的疯狂，对。然后我们通常正常来讲是不会做这些太猖狂的东西在观众面前或者是在 public 啦，反因为这个 film 里面我们就会比较 crazy 一点。嗯，而且在这个 film 里面哦，你们会真的看到意想不到的东西，待会再跟你们讲。对，然后请敬请期待吧。对，敬请期待啊，就等你看一下。